但最耐玩的地方就是呢，它可以手动一直帮你就是布置啊，如果你不会布置的话，中控室差不多了耶，快毕业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毕业，感觉还可以弄很久。丧尸来袭，但也没有说哪一个。422，出国一下。OK， 我们现在在首都了吧？我觉得可以再近一点耶，感觉这样还是没有够首都，就翻过来一下。还有没有人要住这里的？欸，都没有人要住这里吗？铁石头都缺，你可以放两个出去。工作正在打开，这边手动升级。时刻待命，时刻待命。欸，蛮像 Free Fire 的耶，这个角色。